喽，阿波，我们现在在闲情锅烧意面，还有卖一些吐司啊、饮料，它有点像早餐店或早午餐店这样。这个锅烧意面大家大推，你知道吗？喝个汤头，它的汤头就是比较浓的那一种，还不错哎，我喜欢这种锅烧意面。然后它的最主打就是这块鱼。还有一块很大块的这个鱼块，应该鲫鱼那一类，可是它把它炸得很柔软，配个鸡丝面，好烫啊！它的汤口很浓郁。我觉得是很好吃的那种锅烧意面，可是它一箱一碗60块，分量算比较偏少一点。我的吐司来，看它那个烤得很香酥那种感觉呢，而且摸起来就是很扎实。花生，很酥很香，而且它奶油下很重，它非常香的那种味道。哦喂，餐包来啊！它有三个口味，我本来以为是餐包里面就是这个口味，算了，就踩地雷吧，试试看。它是这样，它是把它切开，然后抹酱，有点小失望，我以为是把酱挤进去那一种，就是餐包。在这里大家大推的桑葚汁啊，它可以另外加糖，因为它本来桑葚其实就是用糖去蜜嘛，啊，我就选择没有加糖，喝它原味，喝喝看。欸、桑葚汁很好喝哎，因为它下面有那个果粒，它用那种粗吸管给你吸，还不错。吸不起来啊，算了，吸不起来了，靠呀！这吐司来了，哇，好烫哦！很真的啦，它就是两片吐司这样，然后用蛋啊，裹蛋液下去煎，就是基本的法式吐司。外面蛋皮，然后里面蛮柔软的。可是没什么味道。等一下，这是咸的还是甜的、啊？就是咸的法式吐司，它甜的法式吐司，它写法式厚片，不过法式厚片没有裹蛋液哦，它是只有法式的调味而已，叫法式厚片。可是法式吐司不是就是要裹蛋牛奶，然后再蛋液？对，这种手法不是才叫法式吗？不知道，可能他有什么误会吧。好，把它吃完。Haven't felt for so long. Took a hold on me and won't let go. I've been sleeping. 稍微一会儿吧。超好的哎、欸，还好我们早一点来，真的。这里不好停车哦，因为是巷子路啦。嗯。啊，如果想要找地址的话，资讯栏下面有哦，把那个下面有。没有啦，我们影片下面有。影片下面有。哥北拍价，我上面加北拍价，还不错啦。它那个鱼的味道很重，对，吃几口你会觉得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吃太久之后有点腻，对，因为它腌制味太重，可是它的鱼肉可能是因为这样腌制而很柔软，其实肉质也是好吃的，我觉得是好吃的，但是就是你不能吃太多，对，啊，分量吼就中等啊，所以你如果吃不饱的话，像我们就是配一个甜的嘛，它那个花生的厚片卤是真的很好吃呢，我觉得全部最好吃就那个花生厚片，真的，它那个。上下都是酥的，然后整个花生的酱也是蛮浓郁的，对，要多多酱。它那个法国吐司有一个缺点，嘿，烧油，啊、对，烧油啦。啊，以前哈少了一些淋酱啦，它那个味道不太够啦。我是建议以后可以自己带蜂蜜来啦。我是觉得可以自己带炼乳来啦。真的，我觉得加炼乳就会比较好吃啊。真的，很可惜啦，很可惜。对，啊，餐包我们是觉得。有点没点，餐包就送了，就当做没这回事啦。如果你很喜欢餐包，可以买来试试看啊 ，OK 啦。我是觉得当做没这回事比较好啦，不然你会失望。对啦，餐包就没有那外面吃到那种爆浆奶油餐包那种惊喜感，比较可惜。好啦，吃饱喝足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走走逛逛？对啊，哎呀，好，我们先去燕窝光工厂去走走看看好了，跟着我一起走。
淘汰过来的。那这种打钉机它其实是由粉末经过高压的方式压制成这种钉机的，像是我们可能有吃过羊乳片、维他命 C 都是这样子来的。对，那这个液检机主要就是可以检查它，检查说它里面有没有破损，那如果破损的话可以把它挑掉。它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钉机的模具，像是很多像羊乳片一定是羊嘛，然后还有乳片，就是小朋友都会喜欢那种狗狗啊、猫啊之类的。像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面那一个，很多人都猜不出来它是什么，大家都是猜是羊驼啊、狗啊、猫啊，但是它其实是长颈鹿。对，对，因为它主要它是用客制化的方式，如果说它脖子太长的话，可能我们轻轻的这样子压制出来，它骨头就断，对，就变断颈鹿，所以我们的厂商就要求脖子都可以短一点，这样它比较粗一点的，对对对，比较粗一点，这样它才会像。这像狗呢，可能有吃过鱼油嘛，对，鱼油，然后像是女生可能有时候日常保养会是那种点滴，它是保养，是保养补充点滴，对，那它是这一种的。还有我们可能会用到的护发素，就是剪一根洞，然后挤开就可以抹在头发上，用的那一种，对对对，女性用的。那它这一种因为里面是液体，所以都是使用软胶囊的技术。最大颗可以做到什么样？可以看一下后面那一颗红色最大颗的。黑米西，有玩过生存游戏吗？对，它就是七蛋。对，它最大颗是可以做到七蛋，但是我们食品厂跟这种的它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食品用的不可能再用到工业。对，所以我们只是展示在说，哎，我们的软胶囊机台还可以做到这么大。我们家里面一定有很多这种瓶瓶罐罐，但像这种瓶瓶罐罐，其实到最后它会一直被淘汰掉。到最后它可能下面其实都是黏在一起的，有一点黏黏的。对，那我们都会把它换一种包装袋，会变成这一种的。那像这一种的话，因为我们可能吃过骨拿疼，或是可能有时候去医院医生会开给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比较方便，一次就是我们拿一颗出来就好了，也不会接触到空气受影响。但其实这种技术在民国71年的时候就有了。对，先后面这一台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第一从日本引进的，全台湾只有两台，那一台在我们家，另外一台现在已经申请报废掉了。对对对，现在都是换成比较新的了。那我们是带电动房，那很多人想说啊，那你是一只一只把叶子全部抓进去吗？答案不是，我们都是吸引它进来的，我们会播放叶子的声音，然后吸引它们进去。像现在这样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它们是群居性的动物，它会想哎。有同伴在里面，那我已经吃过了，所以他们喜欢才会吃下来，不喜欢的话其实直接飞走，没有人拦得住他们。对，那像这边的话，它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医院它就是产业养殖法，一定会每次有工人进去清它的打钉，对，主要不要让它那么臭，对，而且还可以照顾到它的品质。那像这种一个洞一个洞，其实是它一个排气孔，所以不然里面可能会臭。同伴，它就是从那边飞进去。然后飞进来，它飞进去之后，它就有去动一母的叶子，左右来回的吐口水。它这个口水一定是左右来回，一丝一丝的。对，那它吐这个巢大概需要30到45天才可以完成。它为什么要吐巢？其实是因为它要生小孩了。30块，对，它价钱会跌，对，价钱会跌。
种电锅，嗯，那我们都把名字贴起来了，对，我们不可以说别人的名字。好，那如果在卖场上面，你看到这三罐，以内容物来看，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罐？以内容物、哦，内容物。我本身比较喜欢这一罐，这一罐吗？体量除胜。对啊，它好像比较多，而且就是感觉颜色是白白的，白白就是燕窝该有的样子。好，燕窝该有的样子，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分，帮我念一下它有什么东西。水、冰糖、燕窝、茄蓝椒。哦，茄蓝椒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跟它一样是浓浓稠稠的是什么成分？一样。水、冰糖、燕窝、茄蓝椒。对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白开水是什么成分。水、冰糖、燕窝。对，它这里面它是没有添加茄蓝椒的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。你会发现说有加茄蓝椒的料很多，而且浓浓稠稠的，好像就是就满满的精华。像这个就很像白开水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像茄蓝椒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显色剂的效果，再来就是它可以增加它的口感。对。但是为什么要添加茄蓝椒？我们刚在里面有讲过，其实它在还是干货的时候，它就可以降低它的成分。如果我遵循老一辈的想法，就是拉沙加拉沙多少钱？可以。有，我们这边有些客人，他的就是调味料，好像他放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就过去看，但他没关系。那他跟我应该是好朋友。怎么样呢？没有用啊，这个是毛了吧？好好，这就是了吧？是。我尽力了。一个一天剪片超过四个小时以上的人，是看不到这种东西的。燕窝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啊！哎，好丰富哦。对啊，好险有这个导览呢，真的，他来几乎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。真的，阿伯，我今天不知道被攻杀了。我最喜欢拍这种了，都不用 Google 查资料，对，都不用想。哦，哎，里面的妹妹，可爱妹妹真的介绍得很好呢。他们其实好像训练的还蛮有素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只是好像大部分都不知道。对，今天发现其实我们这样一整天逛下来，没半个人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啊！有啦有啦，刚刚有一个刷几十万的签单的。哦，有有有啊！不是，可是他走进来，他不是导览，他走进来，哎，我刷一下啊，十几万刷完就走了。交通大手笔呢，哈，很厉害呢。这里摆东西几十万起跳的呢，真的真的。你为什么可以进来？观光，我来观光，他们是来工程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其实应该推荐大家可以来这里观光了。真的，冷气也够强，然后蛮舒服的，然后里面的人都很亲切，而且他导览的很详细，非常详细。对，他不会像其他观光工厂，像我们上次去香港，对啊，放五假操嘛，就是你开心的，对对对，随便逛。虽然说他那个也很好，因为他提供一个场所，对，让你吹冷气看知识，可是这里有人教你知识，那就更好了。对啊，而且是正确的知识，我觉得这是更棒的。哦，我们刚刚那个 DIY 的东西还没拿到，还没，他说要蒸三十分钟，煮三十分钟嘛，对，挑十几分钟嘛，对，尤其你的眼力不好的会挑很久，对，像如果你开个价开个多啊，你就挑两秒钟就结束了，那所以大概你要预留一下，大概会有一小时左右的制程，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对对对，如果你要体验的话，对啊，300块嘛，一罐300块，没有啦，两罐啊，没有，一罐，他那个是一罐300块，啊，不然他叫你分两罐干嘛？他说一份要给你啊。哦，是这样子，真的真的，不是，所以一个人正常只有一罐而已。对对对，一份。哦，所以我们是有招待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送你，感谢老板招待。可是你挑的我不敢吃啊。没关系，我没有挑。嘿，我没有挑。你那个直接吃，整锅毛是不是？直接吃，直接吃，没关系啊。那我等拿到哈，今天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等我拿到，我再吃给你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燕窝观光工厂真的是非常开心啊，因为你看导览的那么用心，然后又一个很好的场地，不用准备台词就是开心，真的有机会来走走看看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，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我拿到新百路我自己 DIY 手做的燕窝了，看起来真的是晶莹剔透，白白的感觉，水水的啊。我们在影片里面啊，要稍微重申一下，它300块是给你两小罐哦。你自己 DIY 的话，它是给你两小罐。啊，我先来喝喝看它的口感是什么好。没什么味道哎，闻起来，我以为会有独特的味道，结果没有。因为我是算第二次吃燕窝啦，之前有吃过一次，可是第一次是吃别人的别人的产品这样，自己做的特别有感觉。
他们有特别说要慢慢喝，然后不要急着喝，然后去感受它那个果冻的感觉，然后用舌头啊牙齿把它抿开那种感觉。啊，它的冰糖水啊，因为是用冰糖，所以甜度没有很高，啊，就整个很滑顺啊，然后就有一点点那种滑滑的感觉，然后蛮好喝的。这个自己做啊，然后自己再买回来喝当保养，真的还不错。有机会哦，可以到那个燕窝观光工厂去做属于自己的一瓶燕窝，然后去看看燕窝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。好啦，那今天试喝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